欲修道，必先行素食，了断因果业障之报应，培养慈悲心肠，使本性大放光明。千万不要认为吃素不营养。现在道场上，吃素修道者、健康长寿者比比皆是。由于天然植物，其心皆向天成长，吸收日月精华。人们常食用，灵性清明，妙慧长生，而动物其身体背向天，其心朝地成长，得地浊之气，人常漏食，种族阴气缠身，易结因果疾病。